跟我一下，对，啊，然后这样的话比较好。而且那个离普台那边的话，您去过，然后它现在外面有摆渡车，里面呢有观光车，这个咱们全都包括。进入天安门呢，我们就进入到故宫，啊，我们现在叫故宫博物院。但是呢，在明清时期呢，叫做紫禁城，紫色的紫，它的墙体是紫色的。禁呢，就是禁止的禁啊，禁止。禁止老百姓入内，所以说叫紫禁城。The Forbidden City is a symbol of power, so we are powerful boys and girls. Kidding. 那么，故宫呢很大，它呢一共有9999间半的房屋。So there are almost 10,000 rooms of Forbidden City.